谷肥揸钱特检拣女，原名二四招紧箍张智霖。喺冲上云霄二度靓仔到冇朋友嘅 Chillam，KO 咗 Sam 哥吴镇宇不特止，仲杀晒班师奶同港女。老公变身港女杀手，老婆靓靓袁咏仪就师奶入型入格。要避开狼死港女，靓靓梗系要出招箍实老公啦。箍魔四招第一式，谷肥。上个星期 ，Chillam 同老婆带埋仔仔魔童去新加坡玩 ，Chillam 仲同仔仔落水同魔鬼鱼玩。穿住套机师服的 Chillam 就 fit 到流油，但是这个 Chillam 呢，哇哇哇，好大条腩啊！多得靓靓的改造工程，拍完剧七个月 ，Chillam 就肥咗廿磅。第二式揸钱，总之你嘅咪就系我嘅，我嘅咪即系我嘅。萧定一俾咗5000万签 Chillam， 笔钱咪又去咗靓靓度。各位港女学嘢啦。第三式。突击检查，靓靓就中意带埋个仔实镜无神去探班，仲赶住晒班野花咩？第四式拣女，唔好以为帮老公拣女啊，靓靓系帮老公拣做对手戏，侯晶同埋啲乳牛唔使旨意有得埋身啊，不过掹得几紧，都有睇漏眼嘅时候。之前酷魔就半裸同乳牛梁正国拍咗场床戏，原来嚟紧仲有场同陈法拉喺草丛打野战，唔知拍嗰阵阿靓有冇突击探班呢？呼啦啦，呼啦啦。